情真的好可爱，乐福后面还有歌舞队在表演。This is only in southern Taiwan you get this kind of passion. You excited? Yeah, 我们很开心啊，今天 Coco 也可以上船，所以我们来 take Coco on for a boat ride. This is beautiful. 强力建议，推荐给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聂云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聂云疯家庭。在这里再一次谢谢 Oikos 啊，跟我们做合作，把一些爸妈的带孩子的经验啊，心得啊，在这个平台上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。近期其实我跟我们家的妹妹 Allison 啊，就我们两个在台湾哈，其实我们还蛮 enjoy 的啊。其实我有跟妹妹讲过，我说哎，哥哥们他们出去读书了啊，现在家里面就只有我们俩，我说你要不要？试着去 enjoy 一下，好像突然一下你变成 the only child 啊，独生女，因为以前你都要跟另外两个这个 sibling 啊，另外两个哥哥去分啊爸爸跟妈妈的爱啊，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是放在你身上。I hope you enjoy it。他说 ，Yeah， 我还蛮 enjoy 的。不过他也有讲啊，我还蛮想哥哥的。说就听到自己做爸爸的，还蛮心里面还蛮温暖的啊，就觉得说，哎，孩子们的。之间的感情还不错 ，But anyway， 近期呢，正好是春假的时间哈，那个时候，在 Allison 他们学校，其实放的假特别的长啊，今年放的时间比较久，所以我想说，我天哪，这个时间要怎么安排？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想了很多，我想说难得就只有我们两个啊，不是一家五口一团人这样，那我们两个人行动起来就比较方便哈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想要去哪边玩，哇，想了好多地方啊，然后这个尤其是过去这几年的疫情，我想。很多人看我们这个节目的也都知道，我们大家的心态是一样的，好像终于可以出国了，想去这儿又想去那儿，好，到处都想去，好。So anyway， 我们就想了很多地方，整个东南亚这些不同的国家，我们以前想去的地方，通通想遍了，好。然后哇，计划的非常开心，结果突然，这个聂婷和 Allison 就想说，那狗怎么办啊 ？Coco， 我也想带狗去。说啊，这个出国带宠物好像。就有点麻烦了哈，尤其是假设只是去旅游的话，哇，那完蛋，怎么办呢？那就回头开始想，台湾还有哪些地方我们还可以再更深度的去了解一下了。哎，我就想到了，其实不久前呢，我正好在录一个节目，然后又回去了台南。其实我对台南这个地方已经算是相当熟悉了，Judy 也是台南人哈，还有而且我还有很多的亲人也都住在台南那里，所以。本来就已经很熟悉了，可是因为录制节目，然后又开始往台南跑得比较勤快一点之后呢，又认识了一些新朋友，所以我们后来就决定说，好吧，南台湾我们应该要去再走一趟了，去体验一下台湾南部的这种热情啊，所以也说走就走，我们就跑了一趟台南。And I have to say， 我在这里要很开心的，真的很诚心的要建议给大家哈，就是说。其实每一次我到了南部，到现在为止，也许我比较老派一点，我都还是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，因为我觉得，台湾的北部跟南部的人的情感表达方式还是有一点不一样。南部的人就是给我有一种非常热情 ，very very passionate 的感觉哈。那我们这次去了台南呢，我觉得尤其是我台北啊，尤其是我觉得或许是近十年的一些改变，其实让我觉得台南的一些。保留的一些传统的味道让我觉得更加的可贵。怎么说呢？就是说比方说我是一个很爱逛夜市的人，那我也觉得我们台湾的小吃，你看无论任何的这个网络红人 YouTuber 还是说国外的电视节目来台湾做介绍，好像永远离不开我们的小吃。可是 I don't know， 其他跟我大概年龄层差比较没有那么多的人，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的小吃好像很快速的在流失当中哈，就是以前那家好吃的小吃或者那家老店，其实慢慢，也许随着老板的年纪大了，也许随着都市规划的改变或者是改建，这些店慢慢的会流失掉，那个味道慢慢就在，其实它是在持续的减少、持续的流失当中的啊。可是我去到台南，又去开始录制节目，开始去做了一些功课之后，发现其实台南感觉上好像保留的。比台北要来的稍微完整一点，有一些台湾的一些古早味，就像我到了当地去，
在赤坎楼，赤坎楼的旁边的那一个杜小月的米粉，就我已经吃了几十年了 ，and it's still there。它好像要是我没记错，在那边已经超过了60年的时间了哈。那个味道还是没有改变，那个店的 recipe 啊，它的配方，它的做法还是一样的，所以保留了那一个味道，那种南台湾米粉汤的味道。北部要说真的没有，也不敢说哈，也许有人知道比我多，可以建议给我听。但是我到那里去，我还觉得说哇，吃到了好久没有尝到的怀念的那一个味道了。那后来我也带了妹妹，我们到了安平古堡，我还是一定要去的哈。那个周边也有很多好吃好玩的，那旁边有一个庙，那边去可以去逛。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，其实碰到他们大拜拜哈，所以很热闹哈，非常非常多的人啊。可是我印象一直非常深刻的就是在安平古堡旁边，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的话 ，one of my favorite 就是他当地的那个蚵仔煎哈。蚵仔煎其实现在也是，其实越做越，是我的味觉跑掉了，还是你要店里面的做法变成年轻的人的做法了，改良了还是怎么样？但我到了台南，在安平古堡旁边，我吃到了那个蚵仔煎，我觉得有以前的味道啊，它的那个勾芡的芡粉，里面的青菜，里面的豆芽哈，然后那颗蛋啊，还有最主要的就是那个甜辣酱 ，it just tasted right。好久没有尝到那个味道了，所以我只要经过台南，我总是会忍不住能够尽量巧一点时间出来，要去把这些小吃吃一吃。So anyway， 其实台南它是一个现代跟过去冲突性很强烈的地方，因为其实台南也许因为南科的关系，所以它其实新的建筑物高楼大厦，然后年轻人其实进驻了很多，但是毕竟也许台南是因为它是一个文化古都，所以他留下来的 historic， 那种古老的古色古香的房子啦、建筑物啦，然后当地我觉得也许是台南人他们独有的那种情感哈，他非常努力的去保留，所以那种温度还是存在的。有一些甚至它变成是一个 cross， 就是有古色古香的味道，但是又有一点现代的这个 twist 哈，这些店在台南也是非常迷人的。我们到了台南去之后呢，我觉得尤其是安平古堡那边哈，我就要特别强力的建议给大家一个东西，这个是我上一次去我才认识到才发现的哈，就是在安平古堡其实附近安平区其实现在发展的非常的繁荣，去到那里然后到台南一定要去吃什么温体牛肉汤啊什么的 ，it tastes so good， 每一家都很好吃，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favorite， but to me 我觉得好多家都很好吃，可是。也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安平整个区域现在发展的非常的繁荣，非常的热闹。那上一次去的时候，我就认识了那边有一个叫做安平油港，油运河啊，安平油港油运河。那这个是安平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水域里面呢，有一个渡轮啊，有一个船，大家可以去搭。然后呢，就是让你欣赏。安平周边的建设，可是一个意外的发现，就是我们上一次去的时候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所以赶到了晚上才到那里。晚上好美哦，因为你想想看啊，两边的安平的街道，它都已经发展的非常繁荣，所以它的灯火明亮啊，然后呢，其实安平当地的水土保持也许做得非常好，所以水里面哇，好多鱼哦，然后跟着这个船就这样子在这个。闪亮亮的啊，这个有光影的水面上面，然后看着鱼在旁边跟着船这样的游 ，it was just a magical moment。这一次去还他们因为特别有活动，所以当地还有现场街头艺人呐、啊，然后在船上也有这个乐手的表演 ，it was just amazing。所以我们这次我觉得这个旅程充满了温度，充满了台湾味，然后也让孩子能够更去体验。其实我觉得要抓住的那一种台湾的感觉哈，也许平常我们住在台北啊，住在都市里面，太忙碌了，还是说因为都市发展的太快，有一些味道会不见，或者是有一些味道会因为步调太快，会没有时间去看到它，会品尝到它，有的时候放假的时候，去找一找，其实在台湾一些不同的角落还是找得到的。Anyway， 今天先分享到这里哈。这个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值得去看的地方，然后安平
区的啊那一个游艇哈、啊，大家去的时候记得，我觉得强力推荐大家可以去好好的 relax 一下，就去欣赏一下台湾的南部的夜景吧。好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有任何意见，或者是对于我今天讲到的东西，你们觉得说，哎，有什么东西是我 miss 掉的哈？就是我下一次去，你们觉得我应该再去更了解一下啊，当地好吃好玩的东西的话，也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个礼拜再见，拜拜。